大家好，今天呢1月24号星期一，遇到了疫情呢扩大，还有呢美股呢继续的往下破低，相对的今天一开盘，台湾股市呢就承受了压力，直接往下坠落，最低呢还跌破了17700点。好，那跌破了这个位置，你有没有想过，周董早就告诉你，我说呢这个盘是就像呢我每天给你的开盘价一样，以开盘价为基准，之上做多没有问题，之下你一定要想，它就是空手兼放空。那相对的会跌到哪里，从来不要预期，因为呢台湾股市呢它有一个特性，当你预期呢5日线、10日线、月线、季线都是支撑的话，相对的你会被线害到很惨，因为呢这些线呢基本上都是呢画给你，以为让你有支撑感。那一样的道理嘛，我就说呢能不能早知道，能不能早知道呢，我说呢盘势就在这里，有没有，当 K 线呢没有办法呢在我的关键价上的时候，相对的这个盘势呢很自然的就会一路往下崩落。什么时候告诉你的，这是重点。好、哦、1月14号、哦、我说呢关键价就在18255，它就是呢这个盘势，也就是台湾股价现货指数最关键的多空避战之地。那相对的之前呢我是怎么看的，今天来做个揭秘。好，就是呢1月14号，如果呢你对1月14号呢有概念的话，相对的当天呢是从高点一路往下杀了将近300点，又再拉200点上来，好，留下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那为什么呢，它往下杀了200点再拉200点上来，那答案很简单嘛，遇到了什么事情，遇到了前波的18619的压力。那我也跟你讲过啊，我说呢18255点之上，对不对，上面没有压力，既然上面没有压力的话，那相对的事后看出来真的还是有压力。为什么18619第二次没有过，而且还往下杀300点再拉200点上来，这时候呢你心里要有一个警惕，也就是呢这个盘基本上呢已经在一个点位上下震荡了将近3个礼拜。怎么看呢，来看那个最左边，最左边呢当时候呢我们的选择权应该是所谓的12月4W 的选择权呢，基本上呢结算呢你可以看到说来到了1825的时候，基本上呢整理了3天，有没有小红小黑，然后留个上影线，接着呢往上做突破，往上做突破很简单嘛，你要记得台湾股市就是这样很可爱，当他在1825整理三天以后，整理三天以后往上突破，对不对，如果是真的多头的话，他绝对不会回到1825。所以能不能是真的多头，你可以看到连续呢往下跌3天，跌了快600点，对不对、哦、那当时候呢是不是真的空头，其实呢就已经令人怀疑了，因为呢如果是真的空头的话绝对不会破1825。可是那时候情有可原啊，为什么，因为美股连续重挫，所以美股连续重挫呢我们跌了600点呢基本上呢是被美股害的，所以说这一点呢我有考虑进去，考虑进去以后你可以看到它果然跌破1825以后有没有马上站上，有吗，有站上吗，有站上，我也跟你讲过有站上你千万不能想做空，了解吗，1825站上的时候它还会持续的往上走，往上走呢是不是来到了这一天、哦最高呢，我看一下，最高是来到了18509点，好，来到了18509点，然后呢突然间往下杀到18213、哦、突然间往下杀到18213，又呢拉到18403，等于是说呢509杀300点来到了213，213拉200点来到了403，发生什么事，多空激战，手
18255。好，你有手，你有手呢，我们还是往上看。可重点，我要给你一个任务哦。多头的特征是什么？多头的特征就是每一天都要过高，哪怕是过一点，我都给你按个赞。那如果呢，你没有办法过高的话，就不叫多头啦。了解吗？其实叫做什么？转弱哦，盘没有时间在等你。如果你是真的多的话，你就要表态。结果呢，隔天呢的确有往上走，可是呢，接下来你可以看到，接下来呢最高来到了18575，再也上不去了。当天呢直接反转，好、哦、，1月18号的时候，所以呢你看到1月14号，我就在节目告诉你，我说呢18255绝对是多空决死。什么叫多空决死？多头跟空头呢，两个人已经打架很久了，打到什么？如果你有看过拳击的话，你就知道，其实呢，拳击呢，如果是殊死战的话，一定是要打到一个人倒下，倒下，然后呢，数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这场就是呢，站着的获胜。那一样的道理，当呢多头倒下的时候，你有看到空头人慢慢的、慢慢的，有没有去侵蚀多头的地盘？也就是呢18255跌破以后，我是不是一直告诉你，18255如果跌破以后，底下没有任何支撑，底下呢很多人跟你讲呢，五日线、十日线、月线、季线。我一直苦口婆心的告诉你，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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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支撑。好，今天呢，你看到了，周董呢，果然是台湾股市唯一可以告诉你未来的人，因为呢，今天跌破了季线，实实在在的跌破了季线，了解吗？实实在在跌破季线，虽然现在盘中在反弹，有没有？盘中呢，还一路往上走，了解吗？还一路往上走，可是重点来了，你今天呢已经跌破了季线，相对的转弱的态势呢已经形成了、哦、除非呢你马上站回是吧 ,18255, 如果你站不回18255的话，那相对的你呢只能打底。什么叫做打底？来看一下，你只能呢在今天的最低点啊、哦、今天的最低点啊、哦、17682, 来回来回的打底啊、哦、因为你不上去嘛，你不敢上去嘛，你敢上去的话很简单嘛，你敢上去的话基本上呢你这个盘就像这里，有没有跌了600点以后它还敢反弹将近500多点啊、哦、500多点。那相对的现在呢从18575哦，跌到今天呢17682，了解吗？跌了900点，跌了900点呢，我也不奢望说你马上站回575啦，你只要站回255就好了，了解吗？所以呢你必须赶快涨600点，而且不停歇的。如果不行的话，那相对的你这里呢只是多头抵抗。什么叫多头抵抗？1825跌破了，好、哦、这是真的空头哦。空头呢行进的时间呢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有时候连续有时候不连续，不管。可是重点，空头什么时候结束？18255一路往下跌，空头都不会结束，除非它回到18255，了解吗？那这中间呢要跌多久？要跌多深？好、哦、那答案很简单，这个呢只有老天爷才知道，连美国股市都没有办法保证你台湾股市有人知道跌到哪里，知道吗？那这个礼拜呢相对的你千万要记得，外资呢它其实做台湾股市都是切割啊，切割怎么样？切割一段又一段啊、哦、也常跟你讲嘛，我说呢上礼拜四礼拜五，这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这就五个交易日，五个交易日呢相对的它就是做往下的趋势，有没有看出来？它就是做往下的趋势。那往下的趋势呢相对的已经出现了一根呢礼拜五的攻击，对不对？攻击往下嘛，那相对的这里呢多头抵抗到最后，不管你礼拜今天或者是明天往上走，
相对的都还是有压低结算的机会，压低结算的机会，这就是台湾股市。也就是呢，外资呢每一个礼拜只做一个方向，只做一个方向。好，那相对的股票呢，基本上呢我们是建议年后呢再好好的布局，年前呢尽量少持股。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股票呢基本上好，该出脱的我也告诉你，好，一定要出脱，了解吗？该出脱的一定要出脱。那相对的你呢不能够说眼睁睁的看这个盘，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想看这个盘呢，其实呢说实在都是外资在控盘。那既然是外资在控盘的话呢，你要跟外资当好朋友。因为呢你永远做不过外资嘛。你做不过外资的话，相对的你把外资呢拉来当你的好朋友。这时候呢你可以发现，原来呢外资当我的好朋友，我相对的可以呢稳健的赚到跟外资每一个礼拜做同方向的周选择权的利润。好，那我们怎么做呢？好，上礼拜呢我是不是告诉你，我在节目当中呢我就说呢，我们最低呢买到73，好，也是礼拜五才买的哦，买到73呢 ,1月4W,17900点的 put。好，最低买到73哦。然后呢最高呢到145。好，当时我跟你解盘的时候最高来到145。我说呢我们没有卖。你们看到最高145点续报中。好，已经赚了 98% 了。也就是10万块买进，账面上的利润是98000块。喔、哦、了解吗？就这样。喔、哦、到今天。喔、哦。礼拜五的夜盘，你可以看到美国又崩落了，对不对？当美国崩落的时候呢，来到一个相对极致的点位，我跟会员讲，我说呢，这个点位相对的已经呢有恐慌的迹象。既然用恐慌的迹象，今天呢就把它逢高获利，好，230、240、250，直接把它出掉。所以呢，10万块赚24万，有没有？当盘势在跌的时候，你就做跌的方向。不要跟盘势对坐，盘势在跌你又想做多，盘势越跌你还是想做多，盘势在跌你又做多，你想看你的财富是增加还是减少。所以当盘势在跌的话，相对的你股票没办法放空，对不对？你做周选择权，先把两倍多的利润赚进来，也就是10万块的资金先赚24万进来，甚至呢还有月选择权，周总带你做的月选择权，稳稳当当的一波一波的、哦、就像今天跌一段，对不对？获利了结，等它弹上来到了一个极致，也就是弹不上去的点位的时候，这时候呢又要往下跌的时候，又是put的进场的好机会。所以呢赶紧的加周董的 LINE、哦、我的 LINE 呢麻烦你扫 QR code 比较快比较简单， Telegram 呢也是扫 QR code比较快比较简单，甚至呢你软体不会用的，你可以赶快打02-2321-9933，因为呢行情呢随时呢都有进 put 的机会。这个盘你要记得它只会震荡，不会像你想的稳定。既然会震荡的话，那相对的就是周选择权能够做波动的天下。好，我们节目到这里，谢谢大家。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